演的他其实是不是就是其实他是好人，他还是坏人？我有点不太理解，想要问这个问题。哦，这个我觉得他有点在讲，他就是中间的模糊地带。对，我觉得他自己就是，对，我觉得他自己就是那模糊地带，所以他才说他真的不想当警察。嗯，他就是有劝他的，就是劝他的女警说，他就是不管要当医生还是干嘛，就是不要当警察最好。对，他没有讲一句这样的台词。对对对。所以就是见机行事那种感觉。对他偏80%。嗯，对。而且他在讲电话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跟黑道讲，他是跟他的长官讲，是长官叫他去。把这些小孩，把我们两个小孩送去那个新哥那边，所以他不是打电话给黑道，他是打电话给他的长官，所以这就在讲说，就是这个体系的腐败，更坏了一点，对，更坏的人。嗯，谢谢，了解。谢谢你来，还有吗？这里，上面。